主料：鸡肉一块，黄瓜一克，胡萝卜一克，酒鬼花生一克。辅料：大葱一克，花椒一克，干辣椒一克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鸡肉切丁，加淀粉、料酒、盐腌制。黄瓜、胡萝卜切丁，酒鬼花生用清水洗净，沥干水分。胡萝卜放入凉水中煮5分钟，捞出备用。放入花椒、干辣椒、大葱炒香，再加入鸡丁翻炒，加入黄瓜、胡萝卜、花生米翻炒，炒熟后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选鸡胸肉或鸡腿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